开动计划启动，高能粒子束准备轰击。警告！警告！前方引力呈几何级数上涨，请及时撤离，请及时撤离。舰长，黑洞的引力数值突然呈指数级上升，立刻启动反物质发射引擎。反物质发射引擎已损坏，动力无法达到峰值，飞船无法逃离危险区。立刻计算一下逃离这个引力值需要多快。光速。还有什么办法？黑洞基点是维持黑洞结构的中心点，如果我们派遣一艘飞船用反物质炸弹破坏掉基点的稳定性，那么黑洞的平衡将会被打破，我们就有67.333%的几率逃走。但是这么说的话，去的飞船就不可能回来了。我来执行这个任务。展峰，小龙，帮我准备飞船。是。诸位，我很荣幸和大家一起共事，祝你们好运。向少龙，向少龙，你给我滚回来！峰哥，我现在以代理舰长的身份命令你，把所有人啊都给我安全带回地球。还有，你送我的这块玉啊，我就替你暂时保管着，等有机会再还给你吧。大家保重，等我回来。大家小心。师父，此地距离乌家堡还有3个时辰的路程，我们还是加快行程，以免夜长梦多。没错，此时不宜多生事端。墨家弟子听令，连夜赶路，加速前行。是。速去速回。嗯，驾。
相似地点。喂，振作点儿。哎呀，18岁，危险指数零，暂无其他资料。其他？我要能猜到，我还问你啊？你好，雷猴啊，萨瓦迪卡，不会说话呀、啊？你好，你是何人？你从何方来的？你在那干嘛呀？你会说话呀？那我刚问你半天你不说话，能看到活得太好了，帮个忙吧，我下去了。请迅速脱离沼泽区，请迅速脱离沼泽区。快救我！你等一下，别动啊！快点啊！来，抓住他！我居然还活着，也不知道展峰他们怎么样飞船，会飞的船啊！啊，会飞的船，不过它叫星云号，你叫星云。哎，我问一下啊，这什么地方？这里，赵国乌家堡外啊。赵国。兄弟们，上！快上上！啊！小子，你想英雄救美是吧？
那我先收拾你。连红缨公子连晋都不认识，你要是现在求饶，说不定还能饶你一命。我们这么多人打不过他一个，男的给我杀了，女的给我带走，给我上！连大哥，住手！说，是谁派你们来的？墨家巨子等人何在？是不是为和氏璧而来？你救不了他们，和氏璧我们老大早就已经得手了。师父，怎么还不见星云的影子？要不再仔细一些，等等他。这孩子自幼就好奇心强，尤其喜观天象。这次陨星从天而降，他不看个究竟，不会死心的。放心吧，他有分寸。看完了，他就自然会追来的。我们还是赶路要紧。嗯。玄宗老二，叫住和氏璧，饶你不死。和氏璧就在老夫身上，但是不能给你。卑鄙小人！什么声音啊？你干什么呀？你干嘛去啊？驾！美女，等等我呀！哎，话没说清楚呢。哎，美女，等等我呀！美女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其实林金，林金，我告诉你啊，我可从来不打女人的。喂，绝缘体。明显对和氏璧意图不轨，肯定是马贼一伙的，不如杀了算了。啊，等一下，我亲眼看到他是从陨星上掉下来的，他根本就不知道和氏璧的事。师父，此人来历不明，留着只会招惹更多祸端。依弟子看，
宁可杀错不能放过呀。外公，滥杀无辜不是莫门所谓。星云，把他们抬回吴家堡。王上，王上，大事不妙啊！王上，慌慌张张的，成何体统？我赵国风调雨顺，万民归心，何难之有？王上，昨夜西南方天有异象，今日卯时便天降陨星，必是昭示国有奸臣。这巨鹿侯强留质子，却不知秦国目前国力日盛，正是授人以柄啊！只怕秦赵交战，祸及百姓，请王上三思啊！刘大夫，若将质子归还秦国，那秦国岂不是更加肆无忌惮？于赵何利？此举可保秦赵数年交好，不生战事。哼，数年之后又如何？刘大夫，秦狼子野心天下皆知，若不是挟质子以令天下，恐怕我赵国早已兵祸连年。若不是以质子为质，之前数十年的安稳自何而来？有理。你退下吧。我赵国之难，不远矣。拿开。公子，墨家巨子元宗带着和氏璧去吴家堡了，公子再不出手就来不及了。你急什么呀？本公子自有安排的呀。公子果然运筹帷幄啊。霍青雉对公子的仰慕之情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，又是黄河泛滥一发而不可收拾。你说是吗？公子，我听说今日在朝上刘大夫令公然上见巨鹿侯，说侯爷包藏火信。一个小小的大夫令能有什么能耐？不过倒是可以警示他人。好啊，要不要数下去？本公子亲自去。祖父丧尽天良，老夫拼了命也要扳倒你们这些奸臣贼子。刘大夫令果真是忠君爱国之辈啊，本公子佩服。拿着，过来，放手，放手，放开我孙儿，放开我孙儿。刘大夫令，刚刚不是挺横的吗？现在看你还能怎么样？
哭什么哭？啊！放开我松儿！住手！都把刀放下，放下。公主，表姐。小盘，你又在胡闹了？没胡闹啊，没有，不就跟刘大夫令开个玩笑吗？把他拖过去。啊，哎，刘大夫令，快过来。刘大夫令，小盘年纪小，不懂事，若有得罪，还请海涵。多谢公主。大夫令，还是坐我的马车回去吧。这样安全一些，老夫就不麻烦公主了，老夫自己回去，告辞。小盘，刘大夫令乃赵国元老，你又何必这样？盘儿知道了，以后不找他麻烦便是了。你以后做事要问心无愧才是。盘儿知道。先生，昨日那奇怪的天象，以及西南方坠落的陨星，到底是何预兆？天神垂福，陨星降世，这乱世怕是要将近了。还请先生点名。阴阳循环，五德相济，乱世之局，唯有圣人可解。昨夜圣人已经出世，恭喜侯爷。先生可知道那圣人在哪户人家出生啊？在下昨夜占卜一卦，圣人并非蒙昧幼童，只是今日才肯现世，与侯爷风云际会。先生不是雨清之人，风云际会。即便是圣人出世，那也应该与大王风云际会才是。侯爷所言甚是，圣人现世乃是辅佐天下明主，然天下明主何人能为，尚未可知啊。先生可能补出这圣人有何特征啊？圣人并非常人，一见便知分晓。谢先生点名。盘儿，你能否听懂我刚才跟他说的话？似懂非懂。啊，对了，你今天是不是去找了刘大夫令？是，盘儿想教训他，顺便给他人一个警示。那你可知道，我为什么到今天还没有动手啊？这是刘大夫令他们家。哎，义父，哦，继子来了，哎，来里边请。好，走吧，来。后面跟上。继子一路舟车劳顿，有失远迎啊。堡主客气。吴伯伯。星云。霆锋受伤了，吴伯伯，你别担心，吴姐姐她只是受到雷电所击，没什么大事的。雷电？嗯。这人是？
他就是将我们电晕之人。如此奇怪，快带小姐进屋休息。小姐，那个差点切了我，那个让本小姐浑身一麻的人在哪儿？他被连公子关在外面。谁啊？我？我是乌家堡大小姐乌廷芳。你说，是不是为了和氏璧而来的？和氏璧怎么听起来这么耳熟啊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和氏璧是不是楚人变河挖出来的和氏璧啊？这你都知道，还敢说不是来抢和氏璧的？完了完了，我肯定是被虫洞带到了另一个时空，也不知展峰他们脱险了没有。